帅哥，这次反正要30是吧？还要30啊？哎，好嘞，你这次能称高一点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你放心，我称正你放心。哎，不是，你把我弄满，那都是你帮我捡捡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小伙子是吧？哎，吃不怕你浪费可耻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上次我回交秤，然后那个差点啊。哎，不会，怎么会差点呢？哎，好了，三十块钱，好。哎，够了，好。哎呀，我的小伙子做点生意这么精呢，买家永远他没卖家精，你说？哎。呵呵你呀，你太抠门了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这么精的帅哥，你说这点生意啊？30啊！哎，30，好，还差一个。哎，好。哎，来，给你100了。又没零钱呢？真没有零钱，我不是来故意难为你。老难为我们这人干啥呢？啊？那我不是有意的，来，50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看你一下啊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么不利索呢？手滑了，嗯。这是我的吗？哎，对，好嘞，谢谢你，老板。好，慢点，吃好再来哈。好，哎，好嘞。